More good news. Our book, A General Explanation of Buddha's Teaching, is circulating in China now. The Jonan Dharma volunteers have already donated this book to many librari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the U.S., includ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arvard University. We're happy to announce that this book has been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in Beijing and the Shanghai Library in Shanghai. There are many regulatory hurdles to jump in order to publish and circulate this book in China, but we made it. See the link below to check it out. If you are in China, you are welcome to borrow the book for free from these libraries. We will continue to donate this book to hundreds of libraries in China, and we will update the list and map of the libraries in this channel and on our website. Please check back regularly. The book is the fi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ouble translation of the Jonan Master Dobogpa's work.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 want to buy the book or would like to read the book but can't afford it. We're happy to donate a copy to you. If you represent an institution and need a large quantity of copies, also let us know. Our entire purpose of existence is to give Dharma, so do not hesitate to contact us.随着印度佛教理论的发展，佛学思想由小圣向大圣发展，缘起理论也在不断的变化与充实。由最原始的乐感缘起，到中观学派的中道缘起，再到瑜伽行派的自信缘起，缘起理论不断发展。但佛教思想是在印度发展较为成熟后才整体传入中国的，缘起理论传到中国后，直到大圣起信论传出，又发展出真如缘起思想。真如缘起说主张真如生一切诸法，又被称作如来藏缘起说。作为不生不灭本净的真如，到底如何能出现缘起之用？大圣起信论认为，真如不守自性而忽然升起妄念，是为无明。对缘起现象世界起关键性作用的，即是无明。所谓无明，指愚痴无智慧，是暗钝之心，缺乏照了诸法事理之明，是痴的异名，即不能洞见产生世间实相的根本，是众生执取和贪嗔的根源。无明是佛教的重要观念之一，被称为佛教六根本烦恼之首，也是佛教十二因缘的初始声音，是导致众生生死流转的源头。大圣起信论中的无明是理解真如缘起的关键。由于无明是不觉的表现，无明又可以细分为根本无明和知末无明。根本无明是由最细微的原初一念升起而成，是无明之体。知末无明是无明妄念升起后所表现的种种分别、执着、善恶等染污之相，是无明之相。无明一词在大圣起信论中出现了44次之多，由此可知无明在真如缘起中的重要地位。大圣起信论以譬喻的形式，生动形象地阐述真如与无明的关系。论中使用水风之响、瓦器之喻、
镜像之欲、香薰之欲、迷方之欲，反复阐释二者的关系。从譬喻中可以看出，真如具有非生非灭、非染非净、无属性、无差别、真实如常的特性。无明是与真如相对的，具有无始忽然念起的特征，表现为种种虚妄杂染的现象界。无明可被视为真如所蕴含着的特殊的存在，真如依无明而生起差异妄染境界，真如与无明是一物之两面，如冰与水，一明而实同。无明如冰，真如似水，冰的自性为水，无明的自性为真如。灭除无明，彰显真如，如同融冰为水，恢复自性。可以说，真如与无明是不依不异的关系。所谓不依，源于真如是净法，无明是染法。所谓不异，是因为无明是依真如而起，没有自性只是真如的一种适用。也就是说，真如决定无明，无明表现真如，只是无明是真如的虚妄的假象。我们可以看出大圣起信论赋予真如不变与随缘两方面含义。所谓不变，源于真如本净的体性。所谓随缘，强调真如随顺无明而起念变化，也就是不变的真如随顺各种因缘条件生起世间万象。而随缘包含两方面，第一是唯自顺他，指众生没有认识到自性清净的真如心体而受外界影响生起无明。第二是唯他顺自，指众生顺从自性对治种种虚妄而显示真如的功德，由此而有真如缘起之说。大圣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二门为心真如门及心生灭门。心真如门强调诸法平等，其缘起是具实性缘起，而心生灭门侧重于诸法的差异性，缘起属于历时性缘起。因此大圣起信论从生灭门的角度，以众生与佛不二的真如如来藏为所依体，说明众生如何借着流转还灭来成佛，又以真如无明互熏为基础建立缘起。论中关于真如缘起思想的表述是：真如净法实无余染，但以无明而熏习故，则有染相。无明染法实无净业，但以真如而熏习故，则有净用。此句是从两方面来说明：其一，本净的真如被无明所熏习，而生起有漏世间染法，使得众生流转三界；其二，真如熏习无明生起净法，而有众生得以解脱成佛的还灭。由于生灭门是以心性真如为一切法之根本所依，即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真如无明互熏的思想就在于以真如为缘起之因，解决众生的流转与还灭。
而生灭门中，诸法生灭，相续不断的关键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无始以来就是依真如而起无明妄念，然后真如被妄念所染。阿赖耶识又有觉与不觉两种状态，依不觉之意生起染分，依觉意展露尽分。阿赖耶识亦统摄升起一切现象。大圣起信论中提出，依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别即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故。此句强调心是一切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可以称为缘起的直接因或发生因，而生灭心又是依凭于如来藏的，即如来藏是生灭心之所依，亦即一切法之根本所依。这样就推理出真如如来藏是一切法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缘起的根本因。应需注意的是，大圣起信论中所谓以依真如法故有余无明，这里的依真如有无明强调的是真如是无明升起的依因。论中破斥的凡夫五种邪执之一的真如升起无明，也在强化这一重点。论中说，闻修多罗说，一切世间生死染法皆依如来藏而有，一切诸法不离真如，亦不解故，为如来藏自体，具有一切世间生死等法。真如与无明从本以来就不相应，无明却是依真如而起。起信论中将此归结为众生对真如的无知，即是不了真如法故，不觉念起现妄境界，也就是说不觉这种心念实为无明。这是要从迷悟而非染净的角度论述。这样来说，生灭心能够成为缘起的直接因，是与不觉意建立染法的升起次第相关。起信论中表述为，当知无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复此生灭因缘者，所谓众生依心意意识转故，此意云何？以依阿赖耶识说有无明，不觉而起，能见能现能取境界，起念相续，故说为意。这表明依不觉性的无始无明而使得染妄心发动起来，形成心识差别相及不觉差别相的次第建立。真如能够缘起，在于真如与无明二者的和合。缘起的直接原因是无明妄心。本具真如如来藏佛性的众生，由于无始世来的无明，所以成为凡夫。众生要从凡位升到圣位，就需要从无明转化为明，也就是觉知自身本具的如来智慧。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真如与无明
都具有无始的特点，起信论将此强调为如来藏无前既故，无明之相亦无有始，也就是众生无始以来就生活在相续不断的无明之中，从来不曾远离过无明而与真如相应。真如的自体清净，而染净法升起的直接原因是熏习。大圣起信论将众生心的世心生灭因缘相定义为能视摩诃眼自体相用，也就是心生灭门的种种相状能够显示真如自体的相和用，而真如心的相与用通过什么方式得到显示，即真妄的相互熏习。由于作为众生心的真如属于正智的范畴，众生心不仅含摄色，也就是物质，而且同有理性与事相，即无为与有为。这使得真如具有觉知的功能，被赋予能动性，也就是可以被无明熏习和熏习无明。在这个意义上，真如就能够缘起。